我现在在阿勒泰，在这个将军山滑雪场，你很难想象是新疆对吧？你会看到就是新疆的维吾尔族人跳他们的民族歌。跟我马来西亚的朋友 say hello。hello。你们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艾吉正。艾吉正，你呢？我叫多尔姑在里。端尔姑在里是吗？努尔姑在里。努尔姑在里啊，你们是维吾尔族人对不对？是的。哥哥是海外马来西亚的华人，我的名字叫 Dino。哎，口天吴，小吴哥哥。大爷。哎，对，你们是双胞胎吗？不是，不是，闺蜜。闺蜜，哦，原来不是一家人，他是在念同一个学校吗？哦。啊，你们是来自什么地方？新疆什么地方？我是和谦。和谦，那从乌鲁木齐去那边要多远啊？不知道，太远了。哦，坐火车。骑火车，多少个小时？骑火车，两天吧。两天？21天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哦，两天一夜，睡在火车上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也想体验。有没有机会可以让哥哥去你们家做客？有吗？哦，那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？我的爸爸是花商，开店。开店，是生意人，对吗？对。卖什么？卖那个我们的那个和田，和田的东西吧。和田。马蹄给他来，然后他们。是啊，然后猪头。哦，果干，是不是？果干，我也很喜欢吃果干。啊，我听说新疆很出名吃哈密瓜，对不对？这冬天有的吃吗？冬天有的吃吗？哎，你来吃一块嘛。来，拿这个，好不好吃？我们一直在吃，我们是叫吃瓜群众。来自不同的国家，吃瓜群众。哎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们马来西亚其实跟新疆很像，就是有很多的穆斯林。清真寺有这个有这些清真的食物，那你们来马来西亚玩就可以很放心的吃，有很多像回族一样的，像你们穆斯林一样的。啊，那你家你的爸爸妈妈做什么？我爸爸在国安，我妈妈在休息室里面开店。国安是什么？国安是就是看门的。嗯，哦，好安 ，OK。那妈妈是看店。卖什么？卖就是大人的衣服。大人的衣服啊，你们两个几岁了？十岁。哎，你们跟我的女儿是同年哎。我有个女儿的，交给你看照片。然后你们，你们的梦想是什么？当老师，要不是当。当什么？医生。你呢？我也是医生。你也叫当医生？因为我爸爸妈妈生病的话，我可以救他。哇，太棒了！啊，家人有人生病吗？我不想他们生病。哦，你不想他们生病，是不是因为有人曾经生病或自己生病，所以很想当医生？嗯，是不是？有没有人生病？还是你自己有生病吗？生病很痛苦，对不对？哥哥也生病过，住在医院很辛苦的，所以祝愿你们梦想成真，好不好？有机会来马来西亚吧。好不好？来 ，give me five，yes，yes，yeah，来再吃，谢谢你们。